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那来玩这款召唤战机。我在 Play 商店上面有预先注册，他通知我已经可以玩了。那是3月11号的时候，那今天是3月12号。好，伺服器目前有两个。OK， 来吧。那怎么没有让我账号登录啊？奇怪。有男女别哦，那没有形象了，就这样而已。哈姆，稍微大声一点点。美丽的勇者大陆，由人类、精灵、天使、魔族共同治理的美好家园。好，很套路，很王道。勇者斗恶龙，好没有勇者跟魔王的故事。我就纳闷是怎么没有账号登录部分啊，奇怪。3D， 我们的形象是有出现的，我还以为没有了。那我们被召唤了吗？他 BGM 怎么有点弱啊？OK， 我懂了。它是属于那种3D 的，然后会在一个地图一直战斗、一直挂机的玩法。这边有那个每分钟180经验值，然后每分钟70个金币。这种玩法的话会有组队，然后之后我们后面会跟着一些人啊，通常是这样。那没有教学，所以说一切自己来。好，来吧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出现，好吧，我才说没有教学，你打我脸。好，他的教学就是那种等级到了或是关卡到了，他就跳出来教你一下这样。我目前直接是战士，那有可能可以转职哦，是不是？不知道，没有工会 PID。我来看一下设定的话，是音乐开、音效开、公告，公告刚刚那个我看过了，激活码客服。激活码，我看一下脸书有没有啊？我来看一下哦。每个 ID 只能使用一次哦。没看到哎。你们可能要关注一下他们脸书吧。哦，看到了。看到了。哦 ，Facebook 上有。好，我来用一下哦。我刚复制了一下，抱歉。啊，11关才开启，算你狠，不能马上用。反正脸书上有，然后我也会把资讯贴在我影片下方资讯栏位嘛。想玩的话，游戏有脸书，有 Play 商店的网址，我看一下有没有 iOS 啊 ，iOS 也有，就最基本的三个讯息，三个资讯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常常有人会给我留言说游戏在哪边下载，尤其是我在玩一些路服游戏的时候，因为我明明都有附上那个下载连结，可是大家还是老是问我这个问题，变成我不厌其烦会在影片中说嘛，那有可能就是他根本没看我影片，他只是看到这个游戏，然后就直接就留言问我吧，也许吧。所以我们创造角色是主角，然后有上阵这样。好，那这边有属性箱，相克红、黄、绿、蓝，循环克制吧。然后聊天是没有时间，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聊天的。因为毕竟我玩的时间是半夜啦，半夜两三点。好，我们来组成看一下吧，闲逛一下。
每日任务、成就任务、钻石消费，这个同伴升级、同伴升星。好，学会新技能了，降龙斩。那我们现在在第五关世界树，刚刚说第十一关才开启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一下、一二三四五世界树的第五关。OK， 放技能。哎，我按掉了。好吧，我按掉。我看一下，对啊，这边有一个怒气是不是？不知道可不可以点呢、然后不能点。然后我自己放，然后我自己放。那好，我自己打小兵，自己打首领，不用我们自己再点击说手动打首领推关这样。游戏叫做召唤，召唤什么？召唤战机，机是那个 Hime 的意思啊，公主的意思。那怎么没有抽抽啊？第八关，好不好？第八关。那感觉都是 Q 版的，然后 3D 没有什么 Life Really 精美的例会，没看到。他把 BOSS 食人花王，全自动。刚刚我们用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斩的龙斩的，用新血的降龙斩，刚刚学的技能。好，火车。觉得他那个 BGM 不是很好听，书。好，就是一款 3D 的放置挂机，不一样的玩法。虽然也是放置挂机，这种类型的我有玩过。好，那一键强化，因为我们七等了嘛，所以装备也可以升到一键，也可以升上来。那主动技能。哦，要十等欸，降龙斩二，而且我要变龙战士，我现在只是战士而已啊，所以说十等可以转职喽。好，这边有一个活跃度，每天的活跃度，然后领宝箱，手厨送大礼，感觉还好欸，这个手厨怎么有点可怜，然后有 LINE 嘛，聊天。工会排行榜家园，召唤神坛竞技场，好，至少还蛮干净的吧，整个界面。因为我刚玩的那一款三国放置有过乱的，就玩法一大堆，然后密密麻麻的，常常都点出。好，第七关了，我们可以直接点 BOSS， 我们可以手动点。这样比较快，是不是？那我点进来，它有个红点点、可是我好像没东西可以做了。哦，是这个、它没有提醒我，看不出来。好，副本玩法在这边。好，获胜。酷奇。反正我们是勇者嘛，没有伙伴欸，伙伴什么时候加入我们？他加入我们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来吧。然后图鉴，激活。图鉴就可以增加属性嘛，然后培养一下。那伙伴的话，通常没有装备的，通常没有的这种。我直接按地级升级好了，比较快。那我们是八等，所以它只能八等。有没有？这边就只有，升级升星重生应该是把资源返还吧。那我们现在就有两个伙伴了。所以说我们分为主角系统跟伙伴系统，然后主角才可以穿装备，然后还有学习技能，然后转职吧。那伙伴可能就没有了，伙伴看起来就只有这些技能，还有羁绊。那有 SS 三个 S 二 S 一个 SRN 五个位阶，
那我们这一只是 R 而已啊，哦，酷奇。好，我久等了。那这边要击杀小怪，击杀小怪完就可以挑战首领。好，我们第九关了，第十关来输入序号吧。那序号的部分，我看要拿到什么啊？我看一下哦，拿什么东西？好像会根据粉丝页点赞人数发送礼包码的活动诶。目前才有点赞200多人，有点可怜，有点可怜。毕竟是小游戏，我觉得脸书这种东西，你没有花钱打广告，基本上不会有人来帮你点赞追随。因为脸书他们就是很势利的一个，我觉得啦，我觉得脸书不是那么好用的原因，他不会帮你推荐。像 YouTube 的话，他很好，他会帮你推荐嘛，帮你推荐你的影片给其他人看，他要去找出对你影片有兴趣的人推荐，这样就是你就算你不用外部去论坛啊，去什么地方贴影片连结或打广告，你也会有基本的流量，他会推荐就对了。所以我觉得脸书是一个，不是脸书，我觉得 YouTube 的机制好，比脸书好太多了。所以我脸书基本上没在经营，虽然也有在贴我的影片啊，但是就没有宣传啊。主要是我也很少用，有人给我留言都是三四天一个礼拜才看到，真的很抱歉。因为同样是留言啊，我都是主要都是回那个 YouTube 下面的留言嘛，或者是我创 Discord 群，如果有人在那边加我好友跟我说话，我也会回一下。那如果是外国人的话，基本上不太会理外国人，因为外国人通常都是看了别的某个网站，他知道我，然后希望我帮他们注册账号之类的。之前我帮人家注册过、啊，麻烦了，常常就是要帮他们注册账号。外国人想要玩大陆的游戏，然后他不知道怎么注册账号。因为大陆游戏大家知道嘛，现在都要实名认证啊，麻烦。不然就是要手机啊。好啦，我来试试看吧。刚刚有复制，应该还在吧？好，又要打 BOSS 是不是？飞鸟巫师。好，游戏上路。这类型的我玩过那一种。比较美型的，然后偏韩国，然后是横版的，这款是直立的，然后比较 Q 版 3D， 然后那一款我记得是横版的，是 3D 更华丽，然后也是带伙伴，就是主角是你嘛，也后面会跟着你的伙伴跟你一起成长。那打不过的话就只能重生了啊。有的是打不过就从头开始，从关卡前面开始。末日峡谷这个简体转繁体就变成那个稻谷的谷，老 bug 都不改都不修。哦，所以说这款应该有简体版的吧，大概率，因为是简转繁的 bug， 一看就知道了。我们刚刚说要激活码嘛，突然被打扰了。好，这个。WME8XQ 兑换，高级召唤卷，高级碎片，普通纪念书。OK， 这是我刚在脸书上看的。基本上台服游戏的服役都会写在脸书啊。现在网站的话不一定官方网站不一定会有，那脸书基本上都要有。反正成立脸书粉丝团也没有很难嘛。好，基本召唤，普通、高级、限时，三个。有的是普通、友情、高级。那这边看起来好像是，先来个时间抽吧。哦，好像有金色的耶，紫色的，四个紫色的。有没有？哦，错了，这只是普通的而已。哦，米雷亚。
哇，连这个音乐都是常听到的。他没有那个 Live 2D 力火，他只有都是 3D 的这个 Q 版模组。好，我们要上阵，然后点他一下，培养一下。是啊，先升到九等吧。好，米雷亚是 S 的。哦，我已经13等了、哦，真的假的？我都不知道哎、欸。我按这个立即升级吧，比较快。好，伙伴系统图鉴可以解开，然后加攻击力、加 buff、加属性。那我们应该可以一键强化。对，我们13等了。那副本玩法还没开。那我现在有三个伙伴了。那我刚刚还可以再抽吧，因为我刚刚有拿到五张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召唤神坛啊？这边是普通召唤嘛。那哎，在这边我有五张高级召唤。好，有激活码的福利啊，大家记得用，如果你想玩的话。好烂哦，几率有点低，也会抽到杂物。好，直接这样啊，受不了了。哎、欸，我不是关闭了吗？跳过。哎、欸，这游戏有点烂哎、欸。好，兄弟们，游戏的几率很尴尬，很尴尬。20抽必出 SS， 好，很尴尬。大量都是碎片吧？哦，很多碎片。这游戏根本就在抽碎片、抽药水的吧？看起来角色不够多啦，角色做没有很多，所以不能让你马上就抽到了。来看一下几率吧。哇，这几率超感人， 0.5%， 2%。10%啊！我刚刚五抽没抽到啊 ，S， 哎、欸，反而 R 了，只有1%哎、欸。我大部分都抽到药水吧，86.5%。哦，好吧，有点惨，有点惨，这个游戏有点惨。哇，14等嘞、欸，超级放置挂机呀！那末日峡谷，我们离开森林了，所以这边有点荒野的感觉。哦，就峡谷。哦，这边有一个小 boss， 长角的。游戏算可爱啦，吼，这些角色算可爱。好，挑战这个 boss 啊。每一个小关卡都会有一个 boss 啊，是不是？我们在这边嘛， 16， 然后击杀小怪完之后就会打 boss。 欸，我们每次都拿到装备啊。那我们什么时候要转职啊？哦，20等才会转职欸。哇，好吧，好吧，我要先转职龙战士，20等才可以转职。龙骑士还是龙战士啊？应该是他写龙战士，但是大部分都讲龙骑士啊。那我先玩到这边好不好？就差不多了啦，剩下就留给大家来研究，我来研究一下有没有福利啊。OK， 一张。好烂哦，比我需要还烂。我需要刚给五张，一张的结果大家应该也知道啦，就是来个药水碎片。好，蛮惨的，蛮惨的。OK， 那就先玩到这边喽。想玩的人，在我资讯栏位可以找到下载连结，还有他们的 FB。
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